今集想講咧，有兩個新嘅配件仔上咗架，咁大家都知道 DD HiFi 咧，其實就出齊咁多個轉插噶啦，乜嘢轉乜嘢都有噶啦，同埋佢個外表咧會有別於出邊嗰啲可能楞條絞線啊嗰一啲嘅轉插嘅，佢比較出名嘅咧就係、是大家叫雷神錘啊，因為佢嗰啲轉插咧好似雷神嗰個錘仔咁樣 T 字型嘅，咁今次呢兩個都係雷神錘嘅形狀，就係、是、DJ 44系列嘅 B 同埋 C。咁呢兩個轉插咧，分別就係將 2.5 嘅功或者 3.5 嘅功就轉做 4.4 嘅喇插嘅。咁佢可以幫一啲淨係得 3.5 或者 2.5 output 嘅 player 咧，就轉去用你自己嚇 4.4 線嘅耳機嘅。咁今次 DJ 44B 同 C 咧就叫 Mark II， 點解？因為佢之前有第一代嘛。咁今次有咩升級啊？就係佢嘅用料同埋外形都升級咗嘅。佢嘅體積更加細咗少少啦，再輕咗少少啦，同埋啲邊咧再流線型咗嘅。咁內裏有啲狹縫位咧，就再有咗填充物咧，就做好啲嗰個屏蔽嘅。咁如果你手上有啲 player， 尤其係 2.5 嘅 player 啦，佢淨係得 2.5 嘅平衡輸出，你想轉做 4.4 嘅平衡輸出嘅話，咁都可以留意一下呢個 adapter 啦，因為佢用落咧的而且確會嚇、方便過一條楞住條線兩邊頭嗰啲 adapter 嘅。無論係 3.5 定係 2.5 轉去 4.4， 兩個型號都係定價428蚊，咁你可以喺下面嘅連結嗰度了解到詳情嘅。